那身边有五招嘛？五招。哎，第一招，店员开关随手关。随手关，还有嘞。啊，第二招，出远门的时候要记得拔插头。拔插头。啊，第三招呢，冷气机跟电风扇搭配使用。哦，搭配使用。啊，第四招，我们冷气机啊要使用定时的功能，而且温度不能够低于26度啊。哦，不要低于26度。啊，最后呢，就是我们要选购那些有节能省电标章的电器用品，这样才能够省到电嘛。哇，爸，你好厉害，我好崇拜你啊！放下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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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这么大，你还认错了吧？省电小精灵。